长子居母位，雷地狱，意卦第一个，有母性而月于家事，婚姻上面来说，娶二婚的妻或年长之妻，带母位，有缺母的相，妈妈与命比较短的相。第四个，婚姻会晚，事业上面呢会走财。男孩子儿子坐到妈妈的位置上，事业上会做左财，比如说做参谋顾问，做人家的副理，好，那升上去的时候该副总。